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昨天我们幸亏从贾营村的山上下来了，今天早上下了一早上的雨，现在还在下，但是不大，但是我感觉山路上肯定会100%会下雪了，山上雪道我们肯定倒是回不来了，还好算回来了。然后今天在这儿休整一天，下雪也不往前走了。我亲爱的夏哥在我们捡的大别墅里又给我们做饭了。今天吃什么？吃好的，吃贵的。哎呀，快点，海骨炖蘑菇吃完了。夏哥辛苦了，夏哥来亲一个了。吃饭。哎呀，啊，一会儿吃完饭我准备剃头。我给你剃。削发明志，我想自己剃。我给你剃。不用。你请我。我不行你。开饭。袋子拿走。刚才老夏叫我们去摘仙人掌果去，然后让小白拿刀，小白刚把菜刀拿起来，来个警车就停前面了，把小白吓坏了。下来了两个人，这也太巧了，刚把刀拿起来，警察就来了。完，警察问你干嘛干嘛的，我说蚊子旅游的，我跟他说的话。完，警察把刀收起来。警察指着小白，把刀收起来。我们去摘仙人掌果。茶卡龙那边好多的仙人掌，我们现在往上面走。不呀，就只有这边走，往云南那边就没有了，只有茶卡龙那边有。好多仙人掌，咱们家养了个盆养的仙人掌，有这么大吗？没有吧？哪个？摘得到。那个吗？摘得到。来，走，摘，必须把它摘下来。那大个儿吧。那种挂在树枝上的才好，那个没人摘到。这种肯定好。哇。来到了。哇，这仙人掌都已经成树了。那就是树了。那没果子，现在咱们应该是有果子吗？那边眼看一个大果子。哇，哎呀，从这里过来。来吧，老狼，枝条拿给你。那这还一个呢，这还有个果。来。这样，你用什么枝条？你过来，你看，给我看这个，我的天，这么大，哎呦，掉了，我都是挖它长烂了，掉了，来兜着，搁这直接接，不，来，拿那个口袋装起来，是把你口袋拿了呀，直接装了，小白上手，上手，这东西，等一下我把手套戴上，看，等，拿给他，我不拿，拿给他，拿他试一下子，他就知道不敢弄掉了，来，戴手套，白大。你走，哎，再来一个，还有吗？真的有吃的，再拿去手套，拿手套，仙人板板，拿手套，仙人板板，来了，来，把手套戴起，他不在，拿去了，手套戴上，还有的，还有，哎，这就行了，这个红，哎，这个好红，这个，走吧，哎。下了一个，这个好。小哥过来，那边还有两个呢，我把那两个摘下来。哈哈，还有，我上那边还有俩摘下来。跟着我们走，待会儿掉了。小森林里面有狼，跟着我们走，听了。对。哎呦。小森林里面有坏人。这边有两个。我跟着我们走，我们是好的。哦，这两个有点不大好够啊，拿个棍儿。我看我们没带棍儿了，棍儿没拿过来。这个。哎呦，打的穿拖鞋，我的妈妈呀！哎呦，里面拖鞋。哦，好。仙人果。哎，这个好，大家，哎呦，掉了。这个石头了，哎呦，咋了？毁容了，毁容了，哈哈，咋过去啊？哇，这个大，哎，把这个吃了吧，你就好吃。阿哥在这些地上的小，刚才说吃的嘛，你看这些掉下来，直接就在地上长起来了。哎呀，老狼看见没有？在树上掉下来的，直接就在地上长起来了。对，
他自己可以分耕到。那上的好像没怎么熟，那个上。那掉下来的，他就分耕了。那上那个没怎么熟，那边那个，往前走，是吧？就是这里过去。哇，这大仙人掌。那个熟了的。哪个？那个绝对熟了的，那个那么漂亮，那个熟了的，100%熟了的。这个怎么样？哎，那边一个。这个怎么样？我看到一个。你走了半天才看到一个。哪儿？那上面。为什么那么多呢？刺已经开始扎手了。这上面刺已经扎手了。扎手了？我靠，那个怎么弄得掉？这一个。拽着。嘿。哇塞，老狼手上。我靠，这个东西不行啊，要那个的，我跟你说，痒得不得了，赶紧来处理掉，我来，我放了。老狼手上全部是毛刺。手机不好，老赖，小啥？小白帮我拿手机，别快快！他这是想啥？我要把这个刺搞掉。你看吧，这是仙人掌，真卡啊，没办法呀。明天我们下去就不卡了，明天回去刺就不卡了。仙人果。那儿还有一个。哎呦！算了，那个不要了，走。不要了。不要了，走。你走。走。打到恢复，看看我们有多少成果。搞了2斤。哎，这玩意卖挺贵的呢，还有卖的。走，走吧。回去咱们可以尝尝，手都是刺。捡的。哎，这个，但是这不好弄啊。好好吃啊！哎呀，可好吃了！哎呀，来一块尝尝，切了一块仙人果，长果尝尝。甜的，就有点真甜的。本来就是甜的、啊，什么味儿？那不可能是甜的呀，籽儿多呀，都是籽儿啊。味道不错。嗯，可是啊，卡牙了。就是刺儿扎嘴唇啊。我也扎嘴了。完了，扎手了，真扎手了。这刺儿扎嘴，这籽儿还硌牙，不太好弄啊，怎么办吧？扎嘴唇了，扎嘴唇了，扎舌头了，啊！我上嘴唇扎了。扎上嘴唇了，仙人掌果，我把皮切了。小白现在等下对我现在已经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了，直接吃，给我拿一下来。说你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干啥？太了解我了，哎呀，难吃不能买长呀。没法比呀、啊，这种品牌跟长江似的，长江跟这个品牌是没法比的，比都比不了。这个吃就可以了。哎呀妈呀，漂亮！哎呀，来，正确的打开方式来。哎呦，真是没得我是真服了你了哇！哎呦喂，掉哪儿了？掉垃圾桶里了？哎呦喂，还服了你了。再切一半来。讨厌劲儿的，太气人了！你搁我这儿整一半去。嗯，好吃。吃起来没有那么特别的甜，就淡淡那种甜味儿。完了，有点感觉那口感有点像百香果，但是那个吃是不是百香果的味儿？它是甜的，不酸。嗯，挺好吃的。小白说没吃够，想再来一个。小白你自己甩皮吧，我是不说了，扎手。下一个。我嘴里还有刺呢。我也有，那嘴唇全都是刺。就有用他们的刺，就包括我的。没扔掉。烤掉。让他给我开上去，他就开不了。嗯。这果我是不想吃了，才扎手还扎嘴，手上还有刺。哪个
跟他说你剃光头了，我也剃光头。你糊弄，头发剪了吧？那个，我的头发是剃还是不剃？我想直接剃了，我不想留头型，直接冲根夸剃了。我当时21年就是冲根剃的，完之后从头长的，直接剃了。不对呀，我记得戴着的。这个视频为证，大伙儿那个底下评论的是剃还是不剃？剃说剃的多我就剃，说不剃多我就留着。这个剪那大别墅里边这个混音特别大，我感觉轻吹个葫芦丝应该能好听，吹一个是。就吹个鸿雁吧。